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吃饭啊！我就是想找个人出来陪我说说话。是因为陆南？哎，其实陆南跟我感觉的很多有钱人不一样。你看他那天在生日宴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前霸气呼气，让我们都羡慕坏了。 哎，有些事儿不能只看表面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也不是陆南的错。我不知道奶奶不能吃蜂蜜，我在她的茶里加了蜂蜜。唉。 这件事儿不能怪你啊，你不是也不知道吗？但也不止这一件事。奶奶想让我在家相夫教子，可我不想放弃事业，而且我和陆南根本就没有可能。不是我说，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自己的事业？不是，女人就只能在家生孩子？ 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你没做错，他们凭什么要求你？我支持你。你怎么比我还激动啊？我就是看不惯，有的人打着爱的名义，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的。你是说你哥吧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 你哥就是说，不对，你哥就说，派人把你抓回去，是吧？是啊，他最近追来了南希市，我见了他一面，还大吵了一架。哎，为友谊干杯！ 苏北，你是我来南希市交的第一个朋友，我叶婷认定你了。嗯，以后要是有谁敢欺负你，我替你揍他去。哎，哎，你这酒量不行啊，才几瓶就倒了，我还没喝过瘾呢。陆南，陆南。 怎么喝成这样？他不开心嘛？不开心？哦，对了，你是……啊，我是苏北的朋友，我叫叶婷，那我把他交给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光顾着苏北了。 怎么把面试的事忘提了？哎，叶婷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其实我不是总裁夫人，你也问我过得好不好。 蓝也问我过得好不好，那他其实对我挺好的，他也对我挺好的呀。可是，是契约关系。嗯，苏北，我对你好，不是因为契约关系。 你骗人！我没有骗你。你就是骗人。我陆南从来说话算话。我不信你。好，那我要怎么做，你才可以相信我？你。
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次先放过你，下次再喝醉，我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。菲儿，来了。哥哥。 我给你带了早餐，吃完我们一起回去看看奶奶吧。奶奶她还好吗？还不舒服吗？好大的酒味儿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我跟朋友喝多了。嫂子也在，那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哎呀，没事的。 昨天奶奶身体不太舒服，可能语气不是很好。今天你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她肯定特别开心。宿醉？说你两句，你还委屈了？女孩子喝酒对身体不好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啊？ 奶奶，北北她平时不怎么喝酒的，昨天是个例外。备孕期间喝酒是大忌。菲儿，约一下李医生，趁这个机会，给苏北检查一下身体。奶奶，你想的太严重了。而且我目前也没有生孩子的打算，公司这几年很忙，要是孩子生下来了。 我也没时间照顾他。你没有时间照顾，我有的是时间。现在连给苏北做个身体检查都不行了吗？奶奶。好的，奶奶，都听您的。陆总，这次市级赛的前三名已经公布了，咱们公司的陈少杰是第三名。 陆总，怎么了？帮我查一查，苏北晚上约了谁，在哪儿？夫人今天晚上约了别人。那我刚刚订的蛋糕和鲜花，带上。来，让我们庆祝你得了第一。现在呢，只是市级比赛，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的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 怎么了？
花不再盛开。你总说喜欢和爱，有着相似又不同的告白。终于，这次我也会被依赖，倾听着，仰视着，学会感慨。你笑得多么开怀，替你规划的和他未来，我那么麻木还要保持倾听的状态。你的心思我不用再猜，是可笑可悲还是无奈，都成年了就别轻易